我们是红红人民的游击队，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，我们的队伍是穿越东江战场上艰苦奋斗一路杀敌，一路挥风胜利。我们有伟大中国共产党的光荣领导，如果人民有顽强的战斗，一定要日空万物军队成就业。同志们，前进吧，光明的来临，今天我们是民族最后的战士，明天啊是新中国的主人。我们是广东人民的游击队，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宗弟，我们的队伍是穿越东江战场上艰苦奋斗一路杀敌，一路挥我胜利。我们有伟大中国共产党的光荣领导，有我们英勇顽强的战斗，一定把日空万物军队彻底消灭。Yeah!